大家好，今天用韭菜给咱做一个韭菜鲶鱼儿。这门口这韭菜太多了，这几天连着把这吃完啊，不吃都老了。就先把这个头头给切。切好后，给你们放一点点碱面，一点点的香，放一些小盐。然后炸碎，给里面粉刺加入面粉，变成热水蒸后揉成面团。这个面稍微踩热一下，揉好之后再行十分钟，这个面色微盖后像你看一字头红的，然后起本来想找不着麻的撒弄了撒错呀，他们切这样他们切还有一副嘿嘿这一块看，对，啊，这样，对，是水牛，你上一下，是水牛，你上一下呢是个长河香，快很。陈姐姐，陈姐还搓带劲的，啊，这速度一下子来的。你看看去，这叫鱼儿啊，鱼儿叫长长的，这菜鱼儿啊，菜鱼儿，菜鱼儿啊，面鱼儿不一样，菜鱼儿好消化，知道吗？长长的。烧四间后，放在凉开水里面冰一下。给里面放些蒜泥、红辣子面、葱花，用花椒油一泼，给里面再加点醋，不要，这对你俩弄这鱼肉没有辣子，好，好了，鱼肉一吃，活些稀饭，啊，那不做就算了，没啥了，真善良。